三上香。由主委翁启进率众委员、卢主庄富全、副卢主洪其摩以及社区民众顾问团等一行人向观音佛祖依循古礼献花、献寿桃，行三跪九叩祝祷大礼之后，并由卢主庄富全送祝祷书文，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本县县运昌隆，乡亲身体健康，阖家平安。献国，献寿桃，献寿面。恭读祝文。恭祝文章南海观世音菩萨行道智慧，祝文与委员洪启强、主委员江书凯、道主曾福传、副道主叶道主向全神殿敬礼，莲花白果红泥树火祝文，虔诚恭祝于文章南海观世音菩萨莲座至尊前往，何以妙法方刚水处方佛灵大树皆修养永久可开修如去。恭读祝文一义，焚诚祝文，主祭官请护卫。而为了庆祝观音佛祖成道纪念日，卢主庄富全自掏腰包请来社区的妈妈煮金香素面给信徒吃饼安。这一碗碗排满桌，可是妈妈们从六点多就来备料，煮了300份供信徒来结缘。欢喜啦吼，全部煮几碗？明天开始呢？明天开始啊！我煮300碗。300碗。根据了解，每年农历2月19日是观音菩萨圣诞，一年当中有3个日子是专属于观世音菩萨的重要日子。除了是农历2月19日是圣诞日之外，农历6月19日是成道日，农历9月19日是出家日。信众都会在这特别的三大节日前往祭拜，以祈求财运健康、阖家平安。记者陈淑慧报道。